楼上的该下来了，楼上的要晚上了。没关系，很多摔个几下不会死的。好。我要走安是全哦。路线了，我不管。我们这种安全路线，你就一直对那个木皮的按 S 就好了。好吧，我正在收起来了。楼上的停得住吗？所以你再不来，中间快顶不住了。哎呦喂呀！你们在中间？我们在下面了。这边多几个人呢、欸？啊，干！我才死了。有看到了，有看到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这有几个人？三个。三个。哇！我头被顶掉。他们会破洞啊！我知道啊，就到我们脚下就可能会破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再往那边，这不好扫、啊，这伞弹不好开啊！啊，教主先不要踩，教主在里面。小云，你满血吗？满，因为我有用补血。那你往前一点，那你往前一点。哦，我血对一半。好、啊，我先挡。我们的那个崩塌了。再盖就好，再盖就好。不好，这难盖耶。至少要回得去啊。哦，慢慢回血的、哦、也不错哎。怪也上不来。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而已。你看到？你们看到？你们看到？哇，又崩了一块。为什么？它会顶啊，破坏掉那个泥土啊，攻击啊。刚刚就看到一只，我把它补回去了，就从上面，就是我的平台，操你妈的，我的平台，我干辛苦，再盖了，好了，盖好了，盖好了，啊，上面的撞墙，再撞墙，再撞了，再撞了，再撞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完了，下面有精彩，我很想你，这就去了，不要乱跳好吗？不是，我是被怪打的。你不要为那个皮带跳下去啊！我会消失。泥土补回去，泥土补回去啊！这旁边没办法了，这旁边要靠铁架了。我是不是怪几个人？啊！我没看到无缺啦！God！ 对啊，你怎么没看到我啊？你是不是在那个里面？没有，没在里面，在里面还得了啊！哎，好了，盖好了。哎，我们修好了，可以继续往下了。Go！、嗯、不要太嗨，不要往下太嗨，不然我就反心。一个来。我挖你们不？敢不是啊？超深哎、欸！超深哦！真的耶！我们会到地狱啊！我觉得我们该去学习那个怎么用了，不然怎么讲？是怎么用？支架？铁手架怎么用？支架？惨了，我们就到外，快到底了吧？啊，小林来了！看到你们，哎！挖铁，你好。走了。哎、欸，有煤炭的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歪出去了。你挖不动，太硬了。哼。我有煤炭。自己过来。哎、欸，下面还有铁。
那个你挖不到，那个不是铁，那不是铁，那不是铁。那我先升级一下，我再来。嗯，你就不行，红局没，没有红局哭。看，挖掉挖掉挖掉，太 bug 了吧？不然就是真的，我们自己就怎么用铁手架了。哎，有没有什么手册啊？啊，小林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新物种？这新的怪吗？铁蝙蝠，机械蝙蝠，感觉下巴。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啊？铁架。那好黑哦。你们有一个能量水晶可以借我吗？我没有水晶，哎、欸，我有一个，啊、好，就一个，来丢出去了，哎、欸，被小林吸走了。我也只有一个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拿到了。对不起，我拿到迷你地图了，超深呢、欸。超深呢、欸，我也是啊，我也在迷你地图啊，超深呢、欸。不用，我养车压下去。走啦，上去研究支架啦。上去研究支架标识器，太深了啦，還抓到空空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，放弃放弃。哎、欸，还真不给枪、欸，小林挺得住吗？有了，耶、yeah, ，我赢了。不是，前面还一只老看，靠腰嘞。你直接说靠腰嘞。谁教你讲这句话的啊？你要讲同学，你要讲同学。同学同，一切都是同学的错。你小林直接说靠腰嘞。啊！抢下去了吗？这个还好啦，嗯，跟平常讲的比起来，来哈，我们研究主要这边怎么过啊？等一下，就这边是怪怪的，我走这边了。对，我刚刚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不会跳，我怕会有问题。啊，要回到最初的起点了。没关系啊，刚刚有挖一点铁回来，继续做支架。我再放下来了，都是被最新掉哦。这个现在怎么用、啊哦？这边好嗨哟、哦！还是另外一边还有，就是右边还有。还没看呢、啊。右边有的话，也会有类似那种要你挖的啊，那才是问题。不一定啊。所以你要往回了吗？往右边走走看啊，干，我们这是我们做人就是不能放弃啊。往右边，怎么不往左边？往右边有机械萤火虫啊，很痛啊。这边下面就是机械蝙蝠。你说我，我看四个点点到右边。不是啊，你要想想看哦。我们刚上一张地图就是灭在那个呢。白色的萤火虫哎、欸，对啊，超痛的。啊，右边就是机械萤火虫，你确定他走右边吗？那你不要打到萤火虫不就好了？那他会打你、欸。他打我，我就不好意思，麻烦接过一下。有礼貌好不好？哎、啊，我先走啊，各位。我那枪多好用啊！你就走快一点啊！你走快一点啊！走快一点啊！你为什么走这么快？萤火虫，那不那个散弹枪那个啊，号作力啊。普通的枪也有，你需要枪。来福枪比较弱啊，散弹枪比较强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还是用最原始的枪哎、欸。所以我才说你刚刚怎么活过去的啊？因为我好不好？我是用三等的枪的哎、欸。我就活下来没？奇迹啊！还是我们把那边淹水？淹什么水啊？要淹多久？你看他们的多深？哎，完了！哦，机械萤火虫啊，这还好啊，还有白色的哎、欸。还是应该跟过去吧，这是高三的部分啊，对吧、啊？还是上一张
地图打掉的啊。到了，就这里了。白色花，白花。对啊，不是吧？这边不是有红爵啊？这边不是，这边不是红的、啊。我刚刚上一张在这边挖到白色的东西啊，可这边没白爵啊，红爵啊。你无法挖出那东西，它坚不可摧，只有威猛炸药、啊、才可以将其炸毁。酸哦，酸哦，救鬼哦，救鬼哦，被吓哦。哦、oh.。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跳上去？好，用枪啊，这样啊。我是建议你赶快跑啦。我被自己弹死了啦！自己小心点，会有摔伤啊！自己看血量。知道啦，谁不敢跳哈？所以我们再只剩那边那条路吗？对，基本上就是唯一路啦。我觉得走路地有点危险，我要游过去了。这边是我挖的，我还记得，这边可以上去。啊、小林掰，我们想你的小林掰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死，我没死，我还有四十五滴。四十五滴也差不多了啦。没有五十了，一半了。来吧，研究支架怎么运用吧。他们维基百科啊，我看看支架在怎么用的。嗯。还是我们就干脆把这个去退款。好，可以。多久了？看一下啊、喔。啊？玩多久了？不知道。你们应该来得及啊。啊。退款的啦，退了啦，退了啦，不行的啦。对啦，退了啦，不玩了啦，不玩了，我要关台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关台了，关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会送杯垫的，退退退退退。好，先关啦，拜拜。我要出门啦。干嘛啦？哎、欸，大大刚刚买了，你大刚刚买了。他讲了吗？不是 啊, 不啊，不是啊，可以陪吴缺。吴缺说他对这款有兴趣啊，跟吴缺玩啊。看，等一下啦，你们加油，我先走了。哎、欸，大凡山这个游戏加入愿望清单了。我是不管你们怎么想的，我就是要退款。我应该是不会退啦，至少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新的系统哎。好啦好啦，我有已经玩两个小时了，不真的。有过那么快吗？好啦，我先出门了啦，拜拜。刚才真的两小时了，拜拜啦，拜拜。啊，我去看一下，铁架到底怎么样？支撑，支撑架。哎、欸，你要在哪边等我？前门。哦。前门是上次我走错那边的另外一边吧？对，走错了一边。欸，欸，你知道哪个杯垫啊？嗯，都可以，你就随便拿一个给我都可以。干，我拿列两半的给你，要不要？好的，什么图案都没差，只要是好的就好了。列两半的，哎、欸，已经坏掉的你也要？我说好的，前提是好的哦，好的。嗯，真假？反正也不是 我要用，反正不是我要用的，人家交换礼物吼。哦，好的。那、欸、你收到一个坏掉的东西，你会很开心啊？不是啦，我说，我会很开心，因为等一下可以打人的。你要不要看一下隔壁啊？你们要去隔壁啊？有人在退格，疯狂退格你哦。我不敢面对。小鱼冒号。艾琳之类的吗？他还说，艾琳发誓，我看看，力学，
哎、欸，还是有维基百科，我现在在看。这个真的必须，不行，我们真的是不行的、啊。不是啊，至少它只是相对的，比较简单而已。哎呀，干错，没有它维基百科，我现在看维基百科。遇到 level 五，只是需要 Google 翻译而已。建造策略，翻译。嗯，好啦，你两分钟后到楼下等我啊，出门啦。给你先好好解释。他是不是不想理我？是，是。加沙的底层，请勿在。小鱼。我要放。好，我先回去。或是既然他不想理我，或是水那等他就别进来了。嗨。还在吗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回去，拜拜。嗨，杠杆原理 ？What the fuck！ 我看你们直播结束，我就跑下来玩了。我还在看桥梁结构。我刚才看你们玩，我觉得你们……嘿，我回来了。你们玩的好混乱。小鱼，喂，干嘛？艾琳找你。找我干嘛呢？哎呦，我害羞呢，干嘛大家都找我？我害羞啊。刚去尿尿憋超久的，干他还算那个、欸、距离越远越重了、欸、所以还要计算呢、欸。我先面对了，我来面对看看的。好，我先回去等你。所以这玩笑怎么玩呢？看不太懂，结构是真小。我刚看你们玩挖马矿，我傻傻看不懂。因为我们刚刚后面在摸铁甲架，它新结构是不是很复杂？应该是我们现在还不懂，懂了就不会了。哦，我也想玩，弄功课，烦死了。嗯、绿红。哦、oh. ，所以我们要平摊重量吗？也不对啊。为什么玩一个游戏还要去算力矩呢？哭啊！感觉很麻烦。底下要用重的，好、哦，底下要坚固的，头部要用轻的，就前面可以很重，可是就是要抓得住，后面就要用轻的，避免它因为力矩的关系而断掉，就是杠杆原理的意思。我还没上到那边，我听得懂，但嘿，嗯。哦，感觉超复杂的。大概有想法，可是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。而且要能通过的话，先截图，丢出来再说。
差一丢多别。919。支撑结构。我们要的是塔桥梁结构。可是我们的方块不够硬啊，这是问题啊。嗯，要不然我们明确一点的计算的系统。算了，先离开游戏。桥梁，至少比其他游戏好多了，比较有趣。嗯，大家先懂的话，看起来他们都去拿东西了，所以人都不在了。嗯？什么？我在画画。嗯？我这教主不是拿东西去？哦，对啊，教主他刚刚不是说什么？他要去送杯垫。对，小林吧。应该是，那小林应该是去拿杯垫吧？对。可是他没关麦、欸。他可能是直接按键发话吧，所以就直接不见了。哦、嗯。楼上那两个也不知道在干嘛。大区域不变。左上跟右上是基石。深渊底下有 boss， 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再继续往下挖的话就，就嗯 ，boss， 加油！1.2.6，2.6再加0.7。找巨灵就怎么跨过那条？好，那我先闪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等等。
好好。